Chuck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桑老师。那今天要教大家呢最新的猫眼眼线画法。那今年的猫眼眼线呢，和以往哦有点不一样的，就是以前大多看到的是黑色上扬的线条，然后或是全框型的猫眼眼线。那今年呢，则是流行镂空感的几何线条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用平角刷从眼尾开始对准眉尾，然后平行的描绘。接着呢，要连接眼尾向眼头画至三分之一处。再从眼头描绘至刚才的三分之一处，那我们再将眼线的空洞呢补满。那我们眼睛呢要平视前方，然后用刚刚的平刷呢，从瞳孔的外围处，然后平拉至眼线的尾端。最后，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眼型跟喜好，做出属于自己的几何猫眼。大家喜欢马桑老师今天教的妆容吗？那想知道更多更新流行的资讯，请锁定 Chuck。